Okay, open the gate. 所有在线上的媒体朋友以及 Romi，大家好，很开心今天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啊我们新的耳机产品。啊，我记得去年十一月我们在发布啊 Romi 猛兽系列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誓言要做台湾手机市场的猛兽新人。那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经过这短短的几个月，我们确实做到了。 啊，感谢所有 realme 还有呃用户的支持哦。呃，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就是 realme 猛兽系列产品发布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进入了台湾手机市场销售占比的前十名。而且这几个月我们的销售非常稳定，在做成长。那特别在今年的一月，我们有一个越级的突破，就是我们在今年一月份，我们整个市场销售占比来到了市场的第七名。 同时呢，我们的单款 realme X T 这款产品，更首次进入了这个单机热销排行榜的前十名。那么我想，呃，我们持续为用户带来更具惊喜感的产品是 realme 的承诺。那我们也看到 realme 猛兽系列产品的这个销售佳绩，是所有消费者对我们的肯定，也是鼓励我们持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动力。 嗯，uh, 我们希望说能够持续为带来能能够持续为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呃更好的使用者体验，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些优化，也不断地在做一些精进。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全新的作业系统和操作界面，就是 Rumi UI。那 Rumi 持着这个本真设计的这样一个理念哦，Rumi UI 它不管是在呃整个系统的颜色，或者说应用城市的图示。 还有就是桌布、动画等等，我们都花了一番功夫，它为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是更这个清新而且更单纯的这样一个视觉效果。啊、呃，同时，ROMI UI 呢，它也更贴近于原生的 Android 系统，为我们的消费者带来这种呃原生的使用者体验。 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个人化空间，即便是小到像应用城市图示这样的一个细节，也能够让我们的使用者能够随自己的喜好、随自己的心情去做自由的调整和自由的变化。那接下来，我想，呃，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时间，就是来示范怎么样去调整属于个人化的这个应用应用城市图示。那首先是这个应用城市它的外框，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它的弧度和形式。 第二是针对这个图示内容，它的这个图片我们可以自由的缩放。第三则是这整个应用图示的图标的大小，我们可以自由的调整。我想透过这样一个自由化的设定，可以让我们手机的桌面充满更丰富、更个性化的一个使用风格。好，那当然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视觉效果上的一个优化之外呢？ 具有更更具内涵的这种功能，我相信更能让消费者喜爱。所以，romi UI 它其实具备了更多的超玩功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这种三种使用模式的使用功能。第一的话是呃双模式的音乐分享，第二则是专注模式，第三是三指长按截图。 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呃经验，就是我自己当我听到一个非常棒的音乐的时候，我很想要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分享。那一般我们习惯的就是把手机拿来，然后把呃这个播放软体打开，把喇叭声音打开，然后就播放大家一起听。但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模式，是不是感觉上又少了这种左右耳立体的这种左右声道的聆听体验？ 那刚好透过 Romi UI 正可以满足我们这两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透过呃有线耳机跟我们手机上的这个三点五 m m e t e r 的耳机孔直接连接，那同时又可以透过无线的方式跟另外一副蓝牙耳机做连接，那两个耳机是可以同时同步播放音乐的，所以在满足我们跟好朋友分享音乐的同时，又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一个非常好的聆听体验。 那接下来，呃，专注模式呢？我相信对于富有责任感而且又乐在工作的你，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使用模式。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想要专注的完成手边的工作的时候，却又常常的收到呃一些 APP 的通知啊、讯息的打扰啊等等，让我们的工作不得不中断下来。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启所谓的专注模式。 我们可以设定这个专注模式时间的长短，在这段时间呢，它可以有效的隔绝包含 APP 的通知、包含讯息的打扰等等，让我们在专注完成工作的同时，又可以进入真的是无我的境界。那最后，三尺截图，我相信是所有 Romi 使用者非常熟悉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在这功能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就是我们可以把三指长按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荧幕上面，然后缓缓地向下滑动，那它就可以更自由地截取我们想要的这个截图区块，在使用上更直觉、更充满智慧。好，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使用者界面的一个优化、功能的优化之外，我们在整个系统的优化上面更是不遗余力。 它是一个简单、快速、高效的系统，让我们在使用上，不管是系统的流畅度，或者说电池的耗能，整个运作的性能上面，我们都做了持续的一个优化和提升。简单来说，我们新的作业系统，它就是性能提升，但是功耗降低。我相信 r l m UI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这些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 细节优化，我想这些我就不多说，就留待给所有的啊使用者亲自来做体验。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的这个用户一定在敲问，在问说：那到底我手上的产品，我的手机什么时候可以更新到新的系统呢？啊，这两天应该有很多 romi 三 pro 的用户已经收到了我们系统更新的通知，而且已经完成了这个系统的更新，开始体验了。 我们计划在今年的第二季之前呢，会完成所有在台湾销售产品的这个 Realme UI 的系统更新。其中，Realme XT 跟 Realme 五 Pro 这两款产品，会在这个月底之前，我们就会把呃这个更新发布出来。那 Realme 五和 Realme 三这两款产品呢，会在第二季之前就完成这些产品的系统更新。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系统更新，来体验我们新的 Romi UI。欢迎大家到 Romi 的粉丝团上面来留言，让我们的小编知道。好，听完了前面我们这个新的作业系统和使用界面 Romi UI 之呢之后呢，我想二零二零年 Romi 会秉持感越级的这个品牌理念，我们即将要进入 AIoT 的领域。 来打造科技潮玩的生活，也满足科技潮牌这样的品牌愿景。那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 Realme Uni Smart AIoT 的全生态布局。这个 Uni 指的就是 Universal，它要传达的就是呃，Realme 的 AIoT 将会涵盖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个重要的使用场景。 它包含的可能是个人的生活场景、家庭的生活场景，以及出游的生活场景。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让大家更了解 r e m e IoT 对于潮玩生活的想象。Prepare coffee in 30 minutes. Seven、mm, the c l o c k Turn on the TV. Matt? 那么，透过刚才影片，我相信大家在其中看到了很多 AIOT 的产品，也看到了很多各种不同应用的情境。那我想接下来跟就跟大家分享，首先在个人的使用场景上面，它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耳机跟穿戴装置。那耳机的部分呢，除了我们已经开始销售的 Buzz 的有线耳机，还有 Buzz Wireless 的这个颈挂式蓝牙耳机之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今天即将发布的 Romi Buzz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那在穿戴装置部分，则涵盖了手表、手环。我相信这些产品，我们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导入台湾，跟所有的消费者来见面。那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则是这个家庭应用的场景。它的产品包含了这个智慧电视、智慧音箱，啊、哦，还有电视音响。 以及啊、呃，智慧家庭应用等等，我相信 r o m m a 的产品可以实现我们对于智慧家庭的一个想象和其憧憬。那至于在出游的部分呢，除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到了，包含了呃行李箱啊、车载的充电器、行动电源之外呢，未来我们也规划了更多的这种出游的单品，就让 r o m m a 的产品帮助我们每一次的出游都充满了智慧和便利。 好，谈到 A I O T，我想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产品之外，我们也即将推出的就是一个呃整合性的软体操作界面，它可以更加的满足所有使用者对于 r o m e Uni Smart A I O T 的整体的一个使用体验。那这个软体就是 r o m e Link，它是以手机为核心，然后透过包含我们刚提到的电视、包含耳机、手环、好音箱等等。 这些四个主要的入口，去跟更多的 AIoT 产品做连接，打造一个完整的 Romi AIoT 的生活圈。好，那接下来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发布的这个 Romi Buzz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就是我们进入 AIoT 的一个起点。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的产品经理 Austin 来为各位分享更多关于 Romi Buzz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的产品讯息。欢迎 Austin。 好，各位午安，很开心在线上发表会和再次大家见面，我是 Austin。如艾门哥所说的，2020 Realme 将会带来更多的商品，打造丰富的 AIoT 智慧生活。那接下来将会带来大家精彩的产品介绍。我想先请各位大家先跟我一起回顾去年十月，我们除了发表手机以外，我们也发表了许多品牌周边，其中受到消费者回响最好的便是我们的耳机系列。 从我手上的有线耳机 Realme Buds，再到景观蓝牙耳机 Realme Buds Wireless，随着耳机使用场景的多元化，更轻便轻巧的无线耳机也是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商品之一。那大家应该有非常有留意到我们今天的发表会名称，非常有趣，断开你的线。那今天就由我来带头断开束缚我们平常的耳机线。那工作人员上剪刀。 那我要剪咯三、二、一，好，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的 Realme b u s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请大家先看一段影片。啊 大家可以再再更仔细看一下我手上及耳上的 Realme Buds Air，仅四点二克的 Realme Buds Air，采半入耳式的设计，轻巧程度宛如一张纸，不止小巧，且携带方便。与众不同的结合了众多的创新功能。首先要跟大家谈论的是无线蓝牙耳机用户非常注重的延迟问题。 若平常只是听音乐，可能不会有感的察觉；但若是进行声音与影像必须同步的操作，例如玩游戏、看剧，就会发现同步的重要性。像我老婆最近追到不行、哭到不行的韩剧《爱的迫降》，大家可能都没有，大家可能都没办法接受，当剧情来到了最高点，却发现声音与画面没办法同步，这种扫兴的事情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定制了一颗 R1 高性能处理晶片，基于蓝牙5.0的协议下，保证使用体验可以达到极低延迟，并搭配双耳双通道及时传输，保证在音讯上的稳定，也进一步的减少了延迟问题，连接稳定上更加优秀。 通过这些细节上的追求，Realme 的八 Z Realme 八 Z 的延迟降低到来到了两百四十毫秒，在影片的观看上带来了出色的体验。除了出色，我们也追求极致。我知道很多 Realme 的用户们都是电竞玩家，为了让你们有更好的游戏体验，这一次在产品的研发上增加了电竞模式。除了在音讯与画面上尽可能做到极致外， 在而同步的重要性可是直接与胜负相关的呢。我们试着想象一下，当你玩在玩吃鸡的时候，听见脚步声，但一回头，荧幕就灰了，你说这样怄、哦、不怄、哦、？Realme Buds Air 的电竞模式，只要同时长按耳机两侧，就会进入了仅有一百二十毫秒的超低延迟。 相较一般模式的延迟率，进一步的在降低了五十一 percent，为用户带来流畅尽兴的游戏体验。Realme Buds Air 不只是一个完美的真无线产品，为了达到更完整的全真无线，充电功能上直接导入了无线充电。接下来我们将更仔细的剖析 Realme Buds Air，可以说是耳机虽小，五脏俱全。 不仅整合了电池、主机板及驱动单元，还内建两个麦克风，一个用来收集人声，一个用来采集环境音。透过演算法的合成，实现了双麦克风降噪功能，尽可能的摒除掉环境上的杂讯。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或是在行驶中的捷运中讲电话，都能带来清晰及时的通话品质。 在操作方面，支援蓝牙五点的 Realme b u s s Air 拥有一个二点一秒的快速开盖自动配对的功能。我想，或许有些用户会担心，耳机不小心掉落了怎么办？这点请大家放心哦。耳机内部整合了距离感测器、支援佩戴感应的功能，所以当耳机不慎滑落时，播放的音讯便会暂停，以示提醒。 说到听音乐，像聆听我最爱也最洗脑的《Real Me》主题曲时，戴上即可自动播放，拿下的时候就会自动暂停，无需手机的操作。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Real Me》的办公室是非常热闹,闹的哦。我会在需要进入专注领域的时候戴上耳机。 但当伙伴们需要跟我沟通时，只要简单的将单面耳机取下来，音乐就能即刻暂停，毫不受干扰，任由我随时切换专注与沟通上的需求。不止操作方便，还能够使耳机的续航更加的延长。此外，还可以透过耳机的触控进行多项的智慧操作，例如双击可以进行音乐的播放和暂停和电话接听。 点击三下进行歌曲的切换，或是长按单侧可以呼叫 Google 助理和挂断电话。另外再，再再次复习，长按耳机两侧可以进入仅一百二十毫秒的电击模式。好，接下来谈谈音质表现的部分。 大部分市面上的无真无线蓝牙耳机在音质方面并没有做过多的琢磨，但 Realme 不同，为了带给用户们最全面的优质体验，我们做到了全面的越级。延续去年两款发表的耳机的优势，Realme b u s Air 内建一个 12mm 的大气动单元，同时采用了定制的 DBB 演算法来进行音质上的校正，无论能够提供非常强悍的低音效果。 无论是在看电影、听音乐，或是玩游戏，都能带来良好的沉浸感。续航表现上，Realme Barzel 搭配充电盒，还可以达到七小时的高续航，对于一整天的使用来说，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充电方面，则是支援了 Type C 和无线充电两种方式，全面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充电需求。品质上，不止可以承受一万次的开合操作。 也支援了 IPX4 的防泼水等级的保护，更是通过严苛的各项测试，层层把关。在介绍完产品规格后，我们并没有忘了本分，作为一个科技潮牌，目标就目标就是为消费者打造科技潮玩生活。科技的部分我们已经具备了，潮流的部分我们也不马虎。除了标准的白色外，还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大家可以看看画面上的黑色款。 不止性格，佩戴起来更有种低调奢华的感觉，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 Real m e 黄啦，亮眼突出的配色，具备阳光活力的外形，可以说是佩戴上的心机单品。戴上耳后，我想多有多高的回头率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Realme b u s Air 的产品特点，拥有120毫秒的超低延迟的电竞模式，导入无线充电。 内建双麦克风降噪功能，摒除环境杂讯；佩戴自动智慧佩戴穿戴检测的功能，以及十二毫米大驱动单元，带来绝佳的低音震撼。好，紧接下来我们将带来第二款产品。Realme 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用户的需求，因此在社群及各大讨论板上观察到，Realme 行动电源的讨论度相当的高。 我们也收到大家心声了，未来我们将更努力的跟紧国际市场策略，更快速的引进丰富多元的产品。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我们这就来了。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外观上观察到，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拥有一个十二点五 m i i m e t e r 的轻薄设计，以鲜明的配色搭配经典 Realme logo，展现出独特独特风格。握在手上不止轻薄。 更是潮流感十足。在电源输出的接头上，我们采用新版的 Type C，可支援最大功率十八瓦双向快充，具备双输出口，透过精准的电路控制，可以同时支援 USB 与 Type C 的接口的电量输出，贴心为消费者设想不同产品下的充电需求。不止快速，我们还追求广度。 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兼容多种充电协议，从 iPhone、iPad 和大部分的 Android 手机，乃至笔电及游戏机等，都能为其提供快速的充电。另外，还具备了专为智慧穿戴设计的小电流模式，一台多用，囊括多项充电产品科技的充电需求。电池的部分拥有高效稳定的充电表现，经历完全充放电五百次也丝毫不衰退，使用上更持久耐用。 在安全把关方面，我们使用了十二测十二种的安全保护，设定多项的侦测关卡，确保消费者在使用后可以带使用后可以安心无虞的体验快充所带来的高效与便利。配色选购方面，我们推出了醒目的红色及黄色供消费者做选择，两个颜色相较于市面上的行动电源而言是相当罕见的。 我个人依旧钟爱黄色。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专业的 Realme，可以穿戴黄色的 Realme Buzz Air，并随身携带黄色的 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亮眼风格绝对成为人群焦点。好，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重点回顾：支源18瓦的双向快充，拥有 USB 与 Type-C 双出出口，兼容多种充电协议，满足不同产品的充电需求。最后。 在介绍完两款全新产品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售价了。Realme 快充行动电源售价五九九元，<laughs> 预计三月底陆续开卖。Realme b u s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售价一七九九元。<laughs> 好，还是老样子，我们准备了优惠给首批购机的 Realme。 r e m e Buds Air 真无线蓝牙耳机将于三月十二日礼拜四早上十点正式开卖，开卖日限定优惠限折两百元，一五九九元将超单品带回家。白色为首销款，黑色跟黄色将陆续开卖。线上合作通路有二 PC Home 二十四小时购物、s 皮 o p e e 商城、雅虎旗模购物中心、Momo 购物网及东森购物。再次提醒，早上十点准时开抢哦！ 除此之外，Realme 一微秀、文星秀态、高雄梦时代品牌梦品牌专柜同享优惠。我们做一个科技潮牌，不止引领科技潮流，也得跟上时尚趋势。Realme 结合二零二零 p a n 年度色经典蓝，推出一系列的非常有设计质感的品牌周边。 而我们此次将针对经典蓝推出的周边商品，除了稍早发表的行动电源蓝色款外，还包含了 Realme Buzz Air 无线蓝耳机的保护套。出游在外绝对是必备的时尚单品。两款商品皆是只送不卖的限定商品哦。想要拥有的消费者，请务必关注我们的 Realme FB 及 IG 官方粉丝团。 在色系的搭配上，我们不只希望能透过活泼明亮的黄色与沉着神秘的经典蓝，在视觉上可以产生不一样的碰撞，传达出每个人保持感越级、追求突破的生活态度。借此，希望可以透过产品为大家带为大家带来一些鼓励。线上发表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未来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感越级的商品，很快的会再与大家见面。拜拜。